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耶稣带着门徒，他们在加利利海上遇到了大风暴，以致门徒们他们向主耶稣呼求说，老师啊，我们都要沉了，我们要丧命了，你怎么都不管呢？对他们这些渔夫而言，这是一个大灾难的临到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也是非常的害怕，身为父母的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大家都很恐惧。可是你知道灾难恐惧帮助我们有三件事情。那第一个是，那我们使我们怀疑到底神是不是关心我们，神是不是还爱我们。第二个，灾难恐惧也考验我们的信心，就好像门徒一样，然后耶稣对他们好像说，你怎么不相信我？而门徒却以为耶稣根本都不管，他还在那里睡觉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灾难恐惧帮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。在这个以前，门徒们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，他能够行神迹，但是都是在别人身上。这是第一次他们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，而经过这一次，他们才发现，哇，我们的老师不是普通的人，而是能够叫风雨都停止，连大自然都听从他。朋友们，我们一家人都要一起来学习，在灾难里面对神更有信心，我们不怀疑神，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会增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亲爱的主，求主你帮助我们全家，在经历这个灾难，在这个经历恐惧的时候，我们都对你更有信心。求主你加添给我们那样的信心，好叫我们紧紧抓住不放弃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